俗话说：“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”要想干成一番大事业，如果没有亲人的帮助，可能性将微乎其微。正因如此，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在创业过程中无不团结关爱亲友，并在成功后给予他们高官显爵。然而，北梁的创建者举渠部首领举渠蒙逊却是个例外。他之所以能成事，完全是靠坑害哥哥而换来的。 真可谓史上最无耻的开国之君。举渠部是匈奴族的一支，其先祖世袭匈奴左举渠王的职务，因此部落便以举渠为姓。西汉后期，在汉武帝持续不断的打击下，匈奴走向衰弱，并逐渐分裂为北、南两大支系。其中，北匈奴在遭到毁灭性打击后，被迫逃往中亚；而南匈奴则迁入长城以内，充当汉朝的附庸。此时。 沮渠部因迁入泸水一带游牧，因而又被称为泸水湖。三国年间，沮渠部迁往内地，主要居住在今甘肃省武威市附近。前秦统治北方期间，对沮渠部采取笼络政策，并册封其首领沮渠其敷延为敌帝王。沮渠其敷延死后，其子沮渠法宏袭爵，而沮渠蒙逊正是沮渠法宏的儿子。据正史记载，沮渠蒙逊博涉群史。 颇晓天文，雄杰有英略，滑稽善权变，自幼便显示出卓尔不群的个性，注定要干一番大事业。东晋太元十一年，前秦大将吕光利用淝水之战后前秦分崩离析、北方陷入混战的良机，占据凉州，自立为王，史称后凉。北凉建立前后，向吕光投诚的各族首领络绎不绝。 其中便包括举渠蒙逊及其两位伯父举渠罗球、举渠曲周、举渠蒙逊归顺后，吕光对他的才华很是惊奇，进而心生忌惮。有鉴于此，举渠蒙逊不得不纵情于游猎饮酒，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才能。隆安元年，后梁大将吕延奉命进攻西秦，结果因麻痹轻敌而被袭杀。事后。 吕光迁怒于跟随吕岩出征的沮渠罗求、沮渠屈周，以败军之罪将他们处死。当时，沮渠蒙逊正担任沮渠部酋长，得知消息后，便利用两位伯父下葬的场合，发表一番激愤的演说，号召亲友、部众为沮渠罗求兄弟复仇。沮渠蒙逊的倡议得到积极回应，仅十来天时间，就有一万多人前来投奔。沮渠蒙逊举起反旗后，屯兵于金山。 时任晋昌太守的堂兄举渠南城也率众响应，并说服深受吕光猜忌的健康太守段业加入到叛军当中。举渠蒙逊得知消息后，率部众赶往健康，与段业举渠南城的部队会师，叛军的实力由此大增。举渠蒙逊兄弟虽然最先举起反旗，但考虑到自己年纪尚轻，官爵较低，不足以号令四方，遂共推段业为盟主。 由于吕光晚年喜欢猜疑、残暴嗜杀，加之在国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，致使汉族官员、百姓都心怀怨愤。因此，等到段业等人起兵的消息传出后，凉州大部分郡县都脱离吕光的统治，改而归顺段业。然而，段业为人死板，喜欢猜忌，加上没有权谋和智略，因此很快失去部下们的支持。 酒泉、晋昌等六郡太守最终拥立敦煌太守李浩为凉公，建立西凉政权，时在隆安四年。西凉建立后，段业统辖的郡县数目急剧减少，但他并没有进行反省，反而开始猜忌大功臣沮渠南城，沮渠蒙逊兄弟。沮渠蒙逊意识到危险后，便劝说沮渠南城跟他一起反叛，待推翻段业后，便会拥立堂兄称王，但遭到后者的拒绝。 沮渠蒙逊见堂兄不肯合作，索性派部将许贤诬陷沮渠南城，声称他准备利用祭奠蓝门山的机会发动兵变。段业果然中了沮渠蒙逊的圈套，旋即将沮渠南城逮捕后处死。段业杀了沮渠南城后，沮渠蒙逊又以段业残害忠良为由，联合沮渠南城的部下共同声讨段业。公元四百零一年五月，沮渠蒙逊率领大军抵达张掖城下。 段业部下田承爱打开城，放举渠蒙逊大军进城。举渠蒙逊进城后，杀了段业，夺取了北凉的统治权。段业死后，众望所归的举渠蒙逊被部下推举为凉州牧、大都督、大将军等，继续沿用国号北凉，定都张掖，改年号为永安。从此，在他统治的北凉境内，举渠蒙逊历经图治达三十三年，极大地推动了北凉国的政治。 经济文化的发展。举渠蒙逊夺得北梁政权后，此时的北梁内外交困，四面受敌，政局动荡，周边势力势单,单，单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。为了渡过难关，巩固自己的统治，举渠蒙逊决定采取对外远交进攻的外交政策，对内则采取团结众、励精图治的国策。首先，举渠蒙逊向强大的后勤统治者姚兴称臣纳贡。 表示臣服，由此取得了姚兴的信任，被封为镇大将军、杀住刺史，暂时稳住了后秦对北凉的威胁。北魏统一中原后，沮渠蒙逊又遣使纳贡，暂缓了北魏向北进军的打算。东晋刘裕北伐时，沮渠蒙逊又给刘裕进贡，取得了东晋王朝的加封和支持。他以东晋臣属的身份，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姚兴统治的后秦、李松统治的凉。 突发怒檀统治的南梁，起伏赤统治的秦等地的统治权，虽然取得了名义上的统治权，但沮渠蒙逊并没有因此而满足，而是开始了扩张的步伐，准备将这些名义上统治的地方变成北凉的实际统治地区。基于此，沮渠蒙逊从公元四百一十一年至公元四百二十年间，发动了数次战争，先后夺得了北河、乌提、梁、秦。 酒泉、敦煌等地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张。此后，在东晋王朝的进一步支持下，沮渠蒙逊所统治的北凉占据了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、海、金城、平七郡，将疆域扩张到了甘肃部、宁夏、新疆海一带。此时，设于北凉强大的势力。 与三十六国皆向北凉称臣纳贡，使得北凉在北的威望与日俱增，成为了北地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。沮渠蒙逊取得北凉政权之初，由于国内战乱频繁、灾害连年，导致庄稼颗粒无收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，国内一片死气沉沉、百废待兴之状。此情此景，令沮渠蒙逊心中大为震撼。 为了尽快扭转这种不聊生、国家空虚的局面，举区蒙逊决定大力发展北凉的农业和牧业。为此，他决定以中原王朝为表率，效仿他们的的富国安之道。在农业上，他轻徭薄赋，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，支持农民专心田亩。在商业上，他鼓励西域胡商、中原商人来河西贸易，以此来推动北凉境内经济的发展，推动北凉国力的发展。此外， 为了进一步推动北凉境内农业的发展，举渠蒙逊还颁布劝农令，鼓励百姓务农，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。由于举渠蒙逊的重视，北凉境内的农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与发展，百姓家家储粮殷实，牛羊成群。相比于之前的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情况，生活上有了很大的改善，与之前的生活相比，可以说是天壤之别。 伴随着北梁境内农业的发展，其国力也在不断增强，国家富强了，举区蒙训也变得大方了。公元四百零二年，北梁与后梁交战，当时的后梁也面临着与曾经的北梁一样的局面，食不果腹，饿殍遍野。对于后梁遭遇的困难。 举渠蒙逊并没有乘人之危，而是不计前嫌，在后梁最困难之际，将北梁的三千二百万斤粮食赠于后梁，以此来拯救后梁的黎民百姓。举渠蒙逊在农业与商业上所采取的政策，使得北梁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物产丰饶，国力强盛。无论是在政治、经济还是文化方面。 均超过了当时的中原地区，成了乱世所处的一片世外桃源。举渠蒙逊作为北凉的创建者，的确是一位历史上备受争议的开国之君。他的故事充满曲折和复杂性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和生存压力。这篇文章将对举渠蒙逊的兴衰之路进行评论，探讨他的领导方式、外交政策以及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问题。首先。 举渠蒙逊的领导方式和权谋策略确实令人不解。他不仅坑害了自己的亲兄弟举渠难成，还在建国之初采取低姿态向后秦称臣，实际上成为了后秦的附庸。这种行为在当时的中国历史上可能被视为背叛和屈服，但却为北凉提供了强大的支持，使其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来。举渠蒙逊的权谋策略虽然不符合道德准则。 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的安全和发展。其次，沮渠蒙逊在外交和军事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智慧。他通过对外战争，成功的削弱了南梁和西秦，最终消灭了西凉，几乎占领了整个凉州。这一系列胜利不仅提高了北凉的地位，还为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基础。此外，他与北魏建立友好关系。 将女儿嫁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，有效地确立了国际地位。这表明他在外交领域具备出色的谋略，善于利用国际政治格局来维护国家利益。然而，举屈蒙逊的权谋策略和外交成功也引发了一些伦理和道德问题。坑害亲兄弟、举屈难成的行为无疑令人不齿。这种背叛家族的行为在中国文化中一直被视为不道德的。虽然他可能是出于生存的考虑。 但这种行为仍然违反了亲情和家族的道德价值观。此外，他的低姿态向后秦称臣，可能被视为出卖国家尊严。虽然这在当时确实为北凉提供了重要的支持。